师父，我有事要回东海一趟。不是吧，师父，怎么还给我传消息了？是铜铃真古怪，总会有一股急流阻拦咱们出去。铜柱的分布恰好和人体的五脏相对应，难道除了经脉之外，真力还能在五脏中运转？等我掌握了这套潮汐心诀，咱们就可以借助急流的力量出去了。